麦克，篮球比赛开始了吗？快开始了，咱们队的人呢？明明呢？明明今天参加戏剧小组活动。小海今天也不来了。他怎么了？小海病了，今天发烧，去看病了。哦，他病了，我们晚上去看看他吧。好啊好啊。哎，汤姆呢？汤姆的篮球打得最好，他也发烧了。汤姆下午上书法课，他下了课就来。安妮呢？安妮也上书法课。小红跟明明一样在戏剧小组活动。丽丽呢？丽丽参加体操队的活动。我来了，比赛几点开始？4点开始。现在已经3:40了。今天我们和2班比赛篮球，我看过他们的比赛，他们打得很好。啊，要是咱们班的人都不来，咱们就输了。是啊，他们现在应该下课了。这怎么比赛？我来了。你怎么才来？我3:45才下课。太好了，你们怎么才来？要是你们都不来，我们就弃权了。要是我不来，这比赛就没意思了。